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啊，这大智度论啊，这还没讲经文之前啊，先讲了一下啊，佛说法的四个宗旨，叫做四个希谈啊，就是他在解释这个般若经的经文之前，先说了一下佛说法的宗旨啊，就是四希谈。那前面已经讲过啊，世间希谈。啊，那为人希谈，对治希谈，那么现在在讲第一义希谈。那第一义希谈，他用三个记来表示，啊，用三个记来说明什么是第一义希谈，啊，那其实就是第一义希谈不是言语，不是言语争论上的，啊，不是从就是说真理并不是从辩论上来的。一般我们会觉得说真理越辩越明啊，其实真理不是从辩论来的啊。那么就是说，从辩论中不一定可以得到真理，真理是所谓的离言啊，离言自证啊。那么这个空寂啊，是从离言空寂或是自证中来的啊，离言。离开这个语言文字啊，啊，离言自证啊，空寂啊，就是离言空寂中来啊，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所谓的真理了啊，离言空寂中，啊，那所以他用这三个偈来说明啊，那这三个偈其实是说明当时印度是非常重辩论的啊，而且一旦辩论起来，输赢都是啊，要不是你消失在这个世间，要不是就是你消失在这个地方，要不是就是你来做我的徒弟啊，就是你不要因为你辩输我嘛啊，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印度来说啊，他们非常重辩论啊，那所以佛法当然也跟外道辩论，但佛法并不重在辩论。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从第一希谈来说啊，他从这三个角度来说，好。那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啊，七九六记啊，就是说啊，这个大智论的文是说，各个智一见，喜论起正见，若人知彼会，视为知正见啊。那么这三个记就是经籍的七九六、八八零、八八一这三个记。啊，那相对应的经文啊，它是遍住己见为第一，至于世间为最上。啊，那此外一切皆为劣，故为正论无越离。意思就是说，假设啊，我们啊，就是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的观点认为是最殊胜、最究竟、最正确啊，那么最至高无上的，那么同时把别人的看法、论点当成是最低劣的啊，那么最低下的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是没办法辩论的啊，这个是就是说永远没有办法从这个地方啊来让别人信受了啊，就是没有办法摆脱争论了啊，就是就算你争赢了，人家也是不服你了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在讲第一地是说。真正的第一地一般不是言语上的啊，一般会叫做大智论后面也会讲啊，叫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不是概念上的，不是言语文字上的啊啊啊，一般是用这样，离文字相，离言语相，离心缘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寄颂里面，他并不是在描写涅槃的境界，或是说来说明什么，而是说真正的第一谛不是用辩论，不是用言语啊来说明的啊。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寄啊。那第一个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好，那么现在来看第二个寄啊，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啊。作事论义者，真是愚痴人。那么这个八八零寄跟八八一寄啊是相对应的，一个是啊，那么不肯受他法，就是不肯接受别人的观点啊。这个在这个经籍里面啊，他是说不受他人之法见，不受他人之法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啊，不受他人之法啊。比如说像那个后面会讲常转泛智，我一切法不受，不管你什么观点我都不认同不接受啊。那么不受他人之法，假设你怀着这样的观点啊，那么愚者劣者见劣慧。那么他这个意思是说，一个就是认为别人，这两个字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就是认为别人都是不对的啊，所以你的一切的观点我都不接受；一个就是只有我是对的啊，所以除了我之外，一切的都是不对的啊。那么假设坚持自己是对的，就是有智慧的；那么不受别人的观点，就是没有智慧的。那么一切人都是这样啊，啊，这个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不肯，如果依大智度论啊，我们一面对照经文啊。大智论的文里面对照这个经籍的翻译的文啊，那么大智度论是说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作事论义者，真是愚痴人啊。那这个经籍里面啊是说不受他人之法见，愚者劣者见劣慧，彼等骗助自见故，不外愚见劣慧者啊。意思是说，如果说不接受别人的观点，就是愚痴者啊。那所有人都是啊，因为所有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啊。那么辩论上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坚持自己才是对的；第二个就是坚持别人，因为不跟我一样嘛，所以只要不跟我一样就是错的啊。那所以他这里在讲啊，那么如果站在自己的观点上，我不接受你的，那么我就是愚痴的。如果我跟你辩论，那么为什么会跟你辩论？如果我们都讲一样的，就不用辩论了，我就认同你了。我就是不认同你，我跟你辩论。那么只要我不认同你，那么我就是愚痴。那么这样讲，每一个人都是愚痴，因为每一个人都坚持所有的观点啊。所以他这里讲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是在讲啊这个辩论当中。就是在言语在说明这个法真理，到底什么是真理，到底什么是殊胜的啊，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部分。当然佛陀也分哦，因为第一个就要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嘛，什么是邪什么是正嘛，也要分清楚啊。但是佛陀不在这里辩论，我不与世间正啊，就是说从这个是从第一义的观点来说了啊，就是说，那么并不从这个言语正论上取胜啊。所以说，如果说啊这一句的意思啊，八八零记这个意思啊，如果说不同意不接受别人的观点跟见解，那么就是愚痴的人啊。就是只要如果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我就是愚痴的。那么所有不同意你观点的人都是愚痴的，那么所有人都是，因为你也是，因为你也不同意我的观点。如果说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就是愚痴，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愚痴。为什么？你不同意我，我不同意你，都是不同意啊。啊，那么所以他说所有的人做事论义者真是愚痴人啊。那么这样讲的人，那么其实他是最愚痴的啊。那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啊，那所有的人都愚痴，那包括你自己也愚痴啊啊。那这是八八零记的八八一啊，八八一记
啊，若依自见争论者，啊，那善进会者、聚会者，啊，就是都是有智慧的了啊。彼等所见皆就近，其中无有劣慧者，啊，这个是跟八八一是相对的啊。那如果依大智度论的翻译啊，鸠摩罗什的翻译啊，若依自是见，啊，那自是就是自己。啊，自己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啊，自是非他嘛啊，自己是这样。而生诸戏论，如果依自己的观点而起的思辨，啊，他的意思是说，假设依自己的观点，那么生起的这些思辨语言啊，那么就能够让人成为智者，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智者，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那么通常就是啊。通常都阿含经里面也常说婆罗门常常会这样啊，那么唯此为实啊，那么愚者为虚啊，只有我讲的是真实的，其他人讲的都虚妄的啊，唯只有我讲的是真实的，其他人讲的都是虚妄的啊，自是非他了啊，那么这个是很常见的。好，那这三个记啊，你看他底下看那个经，我们看那个自论的这个啊二十二页这里啊，此三记佛说第一义悉谈，啊，那么龙树选了这三个记来说明什么叫第一义，啊，那我们后面再来整个整理所谓的四悉谈，啊，那它底下是分别解说，用这三个记诵来分别解说第一义是什么，啊，好，所以我们看那个课本啊，它底下也有把它做。分科啊，就是第一记，所谓世间自身啊，他底下就开始解释，所谓世间众生，自依见，自依法，自依论义，啊，依自己所见，依自己所知的法，啊，依自己的论义，那么而生正见，啊，正就是正论正诵，啊，那么进就是竞争了啊，就是说，那么。自是非他啊，就是说彼此啊，彼此互相啊，那么认为谁是最好，谁最不好的。其实，在印度有习惯这种辩论啊。那在佛陀的僧团里面啊，我们看到律典或经典里面也会记载，这个阿难的弟子跟目犍连的弟子，两个都是年轻的，很多年轻的弟子。那么两派人马也常常。在政论吵架啊，说我的师父比较殊胜，我的师父啊怎么样啊？那就是说我师父讲的比较真实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政论。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彼此没有政论，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彼此没有政论，但是阿罗汉的弟子是凡夫啊。那么印度又有习惯有这样的政颂、政论啊，那么就是。比较容易啊，因为这一些彼此不同的观点而产生争执。你看那个这个生和合里面，第一个要和合的就是见合同解啊，就是观念上先要有见合同解，见合不同解啊，那这一下子就部派为什么会分裂，就是彼此的看法观点那么不一样啊，然后就开始分了。那么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啊，那么基督教、天主教啊，那么都有派，回教也有，那么就是在某一些观点上看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那所以啊，那么这里他说细论即正进本啊，细论就是言语上啊，这一些就是细论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说比较不正经的话，开玩笑的话，没有意义的话啊，这个叫做戏论。另外一种就是，凡是言语相的，那基本上就离不开戏论，啊，因为世间上的语言没有办法完整表达真理，世间上的语言是，我们说是世间施设的，是方便施设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啊，那么这个叫做书。那么这个叫做佛像，这个叫桌子，
好，那么是有了这个东西，我为了来形容这个东西，以我的观点来形容这个东西，我把它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我把它形容是什么？啊，比如说啊，假设啊，比如说好，那么在我们认为啊，那么看见乌鸦，听见乌鸦在叫，这个是不吉祥。可是日本看见乌鸦，这个是吉祥的。好，那么所以这样的观点，它并没有一定的，有些是没有一定的正确性。啊，所以比如说啊，你把这个叫桌子，那我不把它叫桌子啊，我把它叫另外一个声音啊，我另外一个形容词。好，那么所以语言的东西，它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完整正确的表达，那么这个事物事项的正确完整的内容，所以常常会引起争论啊。那么世间的人就有点像瞎子摸象一样啊。摸到尾巴的，摸到大腿的，摸到肚子的，摸到鼻子的，那么各个坚持，他看到的是什么？那么，所以他把它说出来。那世间的语言是世间人方便施设的，好，所以常常会生起政论啊。所以戏论有时候戏论，只要是虚妄，就是我们本身所有的观点都是依我见我爱而发出来的，就是说你不是智者的状态下，那么你所对认为世间的一切观点基本上都是戏论啊。那么也有这样的一种啊，就比较深刻的说法。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戏论即正进本，戏论依诸见生啊，如说寂言啊，我们看啊，他说有受法故有诸论，若无有受何所论？有受无受诸见等，世人于此悉已除。好，那么他底下又引了一个记啊，那这个记我们看他底下有解释啊，他说行者能如实支持者，于一切法啊。就是你内在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法叫做受法啊，我有受这个法啊，比如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那么你受就是你认同了啊，你认同，那么这样是这样是一个法啊，或是这个是真理啊，那么这样他说如实行者能如实支持者啊，他说他意思前面是讲啊，因为前面的记是有受法者有诸论。啊，有这个法，难道才有依这个法而有的论吗？啊，论说这个的嘛，解说这个法的嘛，啊，那如果没有受，那哪来的论？啊，基本上是讲这个啊。那么他从第一谛来说，有受无受啊，其实叫做离两边啊，从佛法来讲叫做离两边。那么我们看这个外道里面，佛法把这个外道的看法，基本上就分成有无。长断一意来去生灭啊，反正就这样，就是你不是这一边就是这一边。那中道实相啊，它基本上就是离两边，它不在这两边，这两边都是世间那一边，它也不是离了世间在出世间那一边，也不是啊，也不是，它就是离两边啊。那么它也不是站中间啊，不是啊，所以。啊，这里说行者能如实支持者，于一切法一切戏论不受不着。这里的重点在不执取任何的观点啊，但是他并不是没有正确的观点，但是他不执取。就好像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并不是认为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身体是有的，但我们不执取这个身体啊。无我并不是说哦，没有这个身体，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不是的，它是存在的，但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叫你不执取，并不是不承认它的存在啊。所以，那么这里讲啊，因为一切戏论，一切法不受不着。这个般若经叫做
一切法无所得了啊，什么什么无所得，即使是四谛啦、八正道啦、中道啦这些，他都不执取。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是有经证的啊，它叫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就是这个法，佛说的这个法是让你过这个河的生死河的，它并不叫你执取这个法啊。所以啊，像《金刚经》啊，它就重在讲这个道理，叫做离相无住啊。那么不住一切法啊，那么所以他这里叫不受不着啊，着就是执着，就是住，不见是死啊，那么不以为死啊，就只取它是真实啊，不共正见啊，所以因为他不执取，所以他就没有正论啊。那么人知佛法甘露味，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得解脱啊，才能够真正知道。啊，那个法位就是解脱位，若不合者则谤法。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啊，那基本上你以为你在传播真理，其实你在伤害真理。为什么啊？举个例来讲，很简单，比如说我是佛教徒啊，那么我认为佛法高于一切宗教啊，佛法是最殊胜的，佛法才是真理，其他的宗教都是胡说八道。啊，假设啊，那我们坚持这种看法，那么遇到外道的时候，辩道，因为你很会辩论啊，佛法确实也比较有道理啊。那你把外道辩道啊，无地自容啊，让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让他们承认自己的错，那、啊、你以为这样佛法高高在上，其实你这样是违背佛法。为什么？你用佛法的真理来伤害别人，那么你只取佛法的真理为武器。那么来攻击其他的人，那么这样的方法看起来好像在显扬佛法，其实在毁谤佛法啊。那么真正的佛法，它是令人欢喜的啊，令人温暖的啊，那么令人解脱的啊，令人不会啊受伤害的啊，它就是要帮人离苦得乐。但是你在说明佛法的过程，让人产生极大的不安、恐惧、愤怒跟痛苦，啊，那么这样其实并不能够完整的。你能够说出佛法的义理，但你不能够真正完整表达佛法的实相，啊，真相啊。那么，所以你借由你人言善道，那么把不认同你的啊，不管你认同什么啊，那么把不认同你的，那么讲得一无是处。啊，然后批判的体无完肤啊，那么这样，你看起来好像是啊佛法赢了外道，其实不是啊，这样你自己伤害了佛法，人家对佛法的看法，人家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就算你在讲什么，那么看到你的执着，看到你的态度，看到你的言语的伤害性，那么他没有办法再接受佛法，啊，所以。啊，一样啊！他说：“若不合者，则谤法。”谤法的意思就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并不单单靠辩论、靠言语，不是。佛法是我们说离言自证，自己证得的，啊，证得这个空寂性啊，离言自证。他并不是靠辩论取胜的，并不是啊。好，所以这里讲啊，那么只要是细论赠送啊，那么就没完没了啊，就前面说的永远都在辩论啊。所以这里啊，他说假设不这样啊，离两边了 啊，那么不受不着，主要是不执取、不执着啊。好，这个是第一个记。那么另外有一个啊，我们说像谤法、谤佛都是一样啊。比如说佛这个《阿含经》里面啊，有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比如说一个是夜摩迦比丘，一个是阿离乍比丘啊。那么夜摩迦比丘听了佛说法，都是佛弟子，听了佛说法之后，那么去跟别人说法，那么他说这个阿罗汉灭后就不存在了，这个是断灭见啊，那么他以为他在宣扬佛法啊，那么其实
其实他这个叫做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他这样讲不是佛法，可是他是认为我在佛陀那边听到是这样的，说这个叫做你把佛法讲错了，这个世间比较常见，叫做法说非法，佛陀不是这样说的，那么你却这样说，那么非法说法，那么这个不是比如说啊，你持这个什么咒，那么就可以。啊，那个灭多少罪啊，就可以啊，持了这个往生咒啊，那么几遍，那么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念了这个罪啊，念了这个咒啊，可以灭你一切的业障啊，可以让念那个财神咒啊，可以帮你啊得到富贵啊。那么这样的法并不是佛法，那么你却把它说啊，这个是佛说的啊，这个是佛法，那个叫做非法说法，非法说法。好。那么佛陀的法是正确的，那么是可以解脱的。那么你却说佛陀这样讲的，这佛陀说的这个法啊是不正确的，不能解脱的。那么这个就是法说非法啊，或是说你把佛陀的法啊，那么讲错了啊，讲不对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好。那么阿含经里面有一个两个例子，一个叫做夜摩迦，一个叫做阿离扎，我们可以啊，一个叫做夜摩迦啊，夜摩迦比丘，一个是阿离扎比丘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啊，两个这个谤法的这个例子啊，那戒律里面都有讲啊啊，你说你不要说这个是佛说的，佛没有这样说啊，那你这样说是谤佛，谤佛则是不好的，你不要再这样说了啊。你在律典里面也会讲，四分律里面也有啊。那么夜摩迦比丘啊，是在听了佛说法之后啊，对外啊说。讲佛法的时候讲啊，这个阿罗汉入灭后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是断灭罪啊。那么有比丘听到就去跟他讲啊，佛没有这样说，佛不是这样说，佛说阿罗汉不受后有，并不是说阿罗汉死后都不存在啊。那么你这样讲是断灭罪啊，他不承认，他就一直这样讲。后来佛跟他叫过去，告诉他你这样讲是错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阿离扎比丘，他说欲非藏道法，啊，那么佛讲这个在律典里面就有了啊，戒律里面就有讲啊，欲不藏道，啊，那他这里是讲啊，这个涅槃就入断灭了啊，那这个欲不藏道啊，他这里是讲涅槃是断灭。就夜摩迦比丘，啊，涅槃断灭啊，那么欲不障道，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问佛啊，这个出国是有家庭的啊，啊，他是也有夫妻的啊，家庭对吧？但是他也可以证果啊，所以他就认为，那如果假设有家庭的、有夫妻的，那么他都可以证果，那么淫欲怎么会障道呢？如果淫欲障道，他怎么可以证果呢？就这样的观念，那这样的观念是错的，所以他对外讲，那么有家庭的有夫妻关系的这些出国，这些比如说悉达多长者啊，那么比如说莫逆夫人啊，他是跟波斯匿的嘛，哎，这个他们也证果啊，那假设会障道，他们怎么会证果呢？假设淫欲会障道，他怎么会证果呢？啊，所以那他有没有证果？有啊，他确实有证果啊，那所以证明淫欲不障道啊。那他就在对外这样说啊，那么有些弟子听到了就说：“你这样讲不对，佛陀啊，那么一再的说淫欲是障道法，那么你却对外宣说，依我听佛法所得的理解，佛陀是说淫欲不是障道法，啊，那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谤法，谤法就是谤佛，谤佛就是谤法，因为这不是佛说的嘛，佛没有这样说嘛。”好。那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假设他没有淫欲，那么他不止证出果，他会证阿罗汉或是证三果。那么因为
他你还没有，因为出国还不能离贪嗔痴嘛，出国还没贪嗔痴，还没离淫欲啊，所以他就只能证出国。那你说他证不证道？他还是证道啊。假设他是修犯恨，那么他很有可能就得解脱。所以三果断了欲贪嘛，三果才能断欲贪。那么你现在欲贪还在，所以你就只能证出果或是恶果，你证不了三果，因为你不断欲贪嘛。那欲贪，那这样欲贪断证不证道？证道啊。但是他的观念是说，假设欲贪淫欲会证道，那他怎么可以证果啊？那么当然是他可以证果，是因为他的智慧成熟，他证果了。但是他如果现在没有淫欲，把淫欲断掉了，他可以证三果。那就是因为他有欲贪，他才不能证三果，甚至不能证阿罗汉。那这样他是证道的没错啊。可是你看，所以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他一直对外宣说啊，这阿利扎比丘，后来佛陀也把他叫去了，所以他说他这个是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没有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啊，淫欲不证道。啊，那你却一直说我去听佛说法，那么佛的意思是淫欲是不障道的，你看这样是不是谤佛？谤佛啊，这样是不是谤法？谤法、啊，对，他说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律说非律，非律说律。那么《阿含经》里面，杂海里面讲到，为什么会有末法？为什么会有末法？末法就是末法，跟我们现在的末法五百年末法不一样哦。《阿含经》里面的末法基本上就是什么？相法，啊，相法之后末法就没有了，没有佛法了啊。相法就是相相，但不一样。法说非法，非法说法。这个佛陀根本不是教你这样修的，那你却就这样修，以为就是道。佛陀讲的根本不是这样的理，那你却认为这样讲的是真理。那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相法，很像但不是。相似佛法，相似佛法流行到一阵子之后，大家都积非成是，那么开始就有末法，就渐渐衰灭，渐渐衰灭，啊，所以末法怎么来的？末法就是这些佛弟子都不修学佛法，都不认识佛法，啊，那么没有认识正确的佛法，而且都不宣扬真正的佛法，啊，那么因为这样，佛法才会衰败，啊，继续讲这个。好，那么这里讲到啊，这里讲到这个谤法啊。若假设意思就是说，你这里讲到你用语言证论来获得真理，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你用言语证论啊，你会辩论啊，你能说善道，你就有真理啊？不对。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却认为用这样来显扬真理，来显扬佛法，那么这样的观念其实看起来在弘扬佛法，实际上在毁谤佛法啊。它是这个观念啊，就是佛法不能够在政论中求殊胜啊，不是这样的啊。第二句啊，大家看啊，那就880句。若不受他法，不知不取，是无智人啊。这个就是解释，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是一般人的观点了、啊。你不接受我的看法，就是你是因为你愚痴，你因为你愚痴，所以你才不接受我这个智慧的人说的法啊。假设是这样啊，那么一切论立人皆无智，那么一切的论立人，那么都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各不相受法。为什么会论义？就是你的论点跟我的论点不一样嘛，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嘛，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嘛，你的见解跟我的见解不一样嘛，啊，所以啊，如果是这样，那彼此都不认同啊，彼此不认同，那彼此就什么？彼此都愚痴。我不认同你，我是愚痴的；你不认同我，那你也愚痴，因为你的观点就是，只要不认同别人的就是愚痴的。那你不认同我，我不认同你，因为你是站在你的观点，我不认同你，我是愚痴的。可是如果站在我的观点，你不认同我，那还是啊，因为愚痴是从不认同别人来的，那么你也不认同我 啊，那么我也不认同你啊。那么这样讲，就每个人都是愚痴的啊，世间没有一切是一个人是有智慧的
啊，所以应一切论义人皆无知。何以故？个个不相受法故。我不受你的法，不受就是不认同了啊！我不认同你说的，你不认同我说的啊。所谓有人自谓法第一义尽，啊，就是有人这样自称啊，啊，他的观点是啊最清净的啊，最真理的，最上的啊，这跟世间的宗教一样啊，我的神才是真神，其他的人都是假神，其他人我的拜的是真神，你们拜的都是偶像，啊，我讲的是真理，你们说的都是啊歪理啊。那么所以自谓法啊，所以他的观点，他所说的法是最清净的，是最真实的，第一真实啊，那么第一清净，第一有意义，有意。那么其他人都是什么？其他人讲的都不真实啊，唯我为实，愚者为虚，就是虚妄为妄啊。那么都是怎么样？不清净啊。第一就是第一真实啊啊。那么跟其他人都是妄语啊。那么不净啊，就是讲的都不真实、不清净啊。好，那么这个底下又有解释啊，他说譬如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不容易，就是他这样讲不容易理解啊，我们再来说，他说譬如世间治法啊，治就是世间的刑法啊，就是对治的啊，就是法律啦，它是世间的法律刑法，以前这个法律都是这个皇帝啦，或是这一些国家定的，那现在也是啊，像现在的法律跟以前的法律不太一样啊，但是都是有法律的啊，世间的一些法律啊。那么故治法者，刑罚杀戮啊。那么这个法律都是什么？因为一般我们会这样讲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法律，法律就是公义的嘛，公正公平的嘛。那么这个王子犯罪以熟人啊同罪啊，犯法王子犯法以熟人同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那法律是真理嘛？那其实法律也不一定是真理的啊。那他现在这讲的意思就是说，好，那么世间治法，故治法者，刑罚杀戮啊。那么故治法啊，一般就是说有罪者就有刑罚。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像回教有一些法律，偷东西的人啊，那么让人用石头打他啊，或是把手砍断啊，你用哪一只手啊？有些法律是这样的啊，你用哪一只手啊偷东西就砍断哪一只手啊，那么就是有处罚了，有处罚，有刑罚。那最严重就是要杀头啊，甚至在中国也在外国不知道有没有啊，最严重要满门抄斩。还罪诛九族，不但你全家死，跟你有关系的人全部要死，这个是非常严重了啊。那么个人来讲啊，就是死刑啊，就杀头。以前是最严重的是，最严重的是罪诛九族啊，所有有关系的人，有亲戚血缘关系的人，全部要杀。那么再严重的就是，再下来就是满门抄斩，你这一家都要杀，啊，其他家虽然跟你有关系，但是没有杀，就是你家。那再来就是你个人要杀，要判死刑了，啊。那然后就是关啊、打啦，啊，什么一大堆这些啊。所以有罪者就有刑法来处，刑法杀戮。那么从佛法来看，不管什么罪，不管什么罪，杀戮本身是一种罪。就是你用杀戮，就我们叫做以骂暴骂，以打暴打，以嗔暴嗔，在佛法来讲，这个是不敬的，啊，就是这个人犯错了，比如这个人打我，那么我是被害者啊，那我打他叫做以牙还牙，以打还打，那么这个从世间法看来就是什么公平，叫做什么叫做真理，叫做正义啊，但从佛法来讲。这样不是，这样是不敬的，
啊，他所谓的清净，就是说你，我们先看，把这段文看完了啊，就是说，他说：“故自法者，行法杀戮，种种不净，世间人信受行之，以为真净。”好，那么世间人认为要达到公平真理，这个才是正义的，这才是公理的，这才是真理啊，这个才是清净。所谓的清净，就是这样才是道理啊。那么这样才合乎道理。好，那么但是从佛法来讲，这样并不是道理。冤冤相报啊，以杀止杀，以骂止骂，以打止打，那么这样不是真理啊。那所以你看《楞严经》就讲，人死为养，养死为人啊。但你吃，这一次你吃我，下一次我吃你啊，那生生世世啊，那这样冤冤相报啊，那么没完没了。从佛法来看，那么这个不是真理啊。所以他讲，世间自法，故自法者，行法杀戮，种种不净，世间人信受行之。他为什么相信？他为什么都要这样？因为他认为这样才是真理啊。那么所以以为真净嘛啊，就是他认为这样才是对的。但是于在出家三圣人中啊，就佛法里面来说啊，那么不管事情怎么样，以打报打，以骂报骂，以杀报杀，那么这样都是不净的。不净就是并不认同啊，就是它并不是真理，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啊。所以佛法并不认同说用刑法来处罚，这个刑法是伤害生命的啊，伤身害命的，这样来处罚其实并不适合，并不认同啊。好，那么从佛法的戒律上看也是这样，佛法最重的戒杀头罪是根本，犯了怎么样，病出而已，不共子宿啊，就是你不，我不跟你一起住，不共结膜啊，不共言语啊，那么就是说，而且就是你不能再用出家的身份。那么假设他不管呢，他犯了根本他也不管，他一样披袈裟怎么办？你能怎么办？你不能怎么办？就大家不要把他看作自己人啊。其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病啊，一般佛法叫病啊。那病有两种，一种叫灭病，一种叫末病啊。这我们讲过了啊，就查起来。佛教的刑法，你看我们这个戒律里面啊，比丘尼戒，那么最重的四根本，那么它主要啊有所谓的两种，一种叫灭病，一种叫末病。最重的罪杀头罪啊，灭病是最严重的啊。当然他没有犯杀头罪，但是他不接受处罚。那么还有一种叫末病啊，像禅陀比丘就是末病，这个叫犯贪法啊，以前的婆罗门的处罚方式啊。灭病基本上就是，我不承认你是个出家人，我不承认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啊，因为你犯了四根本啊，所以他不再跟他是啊，那同类的啊，但是你也不是打他骂他，没有啊，并没有。佛法如果你犯错了，第一个他告诉你，要你忏悔，要你认知你的错，而且能够改过。忏悔最主要的就是认错跟改过，所以他要你从内心上自己认错，所以要你发怒。如果你不发怒，他就举罪啊，让你知道，那你就要接受处罚。但是最严重的处罚，也不是伤身害命啊，就是刑罚杀戮，没有这，他的刑罚没有牵涉到杀戮这种啊，没有啊，或是断手断脚，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他最严重的就是灭病，灭病就是
你不能再做出家人了啊，你不要再做，就是说，而且告诉其他的道场啊，因为那个佛法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道场，都是佛陀的道场啊，现在就有很多僧团了啊。那么这个你去到哪里，人家都不接受你，因为你不再是出家人了啊，这个叫灭病。那末病像禅陀啊，他犯了错要接受处罚，他也不接受处罚啊，因为他认为你们今天这时候有佛法可以修行，都是我的功劳，因为当时是我在佛陀夜半出城的，佛陀才成佛，成佛你们才依着佛，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佛啊，应该我来教你，不是你来教我啊，你现在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啊，那么大家和平过日子最好，所以你要处罚我，我也不接受你的处罚，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啊，那么就末病就是大家不要跟他讲话，你也不赶他出去，但是你也不跟他讲话，也不跟他一起开会啊，也不跟他一起结魔啊，反正就是把他当空气啊啊，让他最重要就是让他自己反省，你的行为、你的观点已经跟我们不同类了，你得不到我们的认同，你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不要同行同业啊。那么最严重的就这两个而已啊。啊，那么其他像比较轻的破议题啊，最轻的就是责心忏嘛，你自己忏悔啊，自己心里面觉得啊我这样不对，责心忏嘛，自己忏悔。然后再严重一点点啊，这个有些破议题像一个人忏啊，像一个人忏悔啊，大德我做了些什么错误。然后再严重一点啊，那么像四个人啊，然后像二十个人忏悔啊。基本上是这样而已啊，他也没有所谓的，也没有所谓的刑法杀戮这些啊，佛法没有，佛法不用这种激烈伤害人的方式，他是用一种方法让你自己觉察觉悟反省啊，真正从内心反省，而不是用一个规律啊，用一个法律，用一个戒条去压迫你啊，佛法其实不是这样的，佛法从不用压迫的方法，或是政论的方法，啊，那么来让人服从，不是佛法是让你发自内心的看到自己的错，那么心甘情愿的自己要改过，啊，是从这个地方让你变清净的，因为最重要，你如果言语上哦，你也认同，但是你心不认同，那这样你心也不清净啊。那么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了。所以他这里讲啊，世间的这些杀戮啊，种种不净啊。那世间人相信，那么有罪者受处罚，杀人者偿命啊，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是最正确的事啊。但是从佛法来讲啊。那么并不全是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受到处罚，而是要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而且让他以后不再犯错啊，这个才是对他及对其他人最有利的方式。那么你就算把他杀死了，那么因为佛法看到的不是这一世而已，还有下一世，那他的问题没解决，那么他还会有其他的问题，那你杀了他并没有解决他所带来的痛苦跟问题啊，当然那么看到他受处罚，我们的苦至少会减少一点点，但是真正苦的根源并没有解决啊，而且如果从业报来讲，那么也有可能他过去因他受苦啊，那所以佛法最重要就是从苦的根源，苦的根源去解决它，那并不用处罚。像戒律其实也是这样，啊，戒律并不是用来压迫人的，让人啊告诉你，你不受这个戒，你犯这个戒，你会下地狱，会下什么地狱？没有，戒律从来不是用来压迫人，戒律是让人得解脱的。所以戒叫什么？戒叫斯罗。斯罗是什么？斯罗是清凉，戒是让人清凉的。戒叫什么？戒叫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叫做什么？叫做别别解脱，是让人解脱的。
戒是让人从束缚中得解脱的，让人从热恼中得清凉的，这个是真正的戒律。那么后来我们的戒律变成是压迫人的，啊，你这样犯戒你会下地狱。佛陀不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戒律，它是第一个，它是让人从热恼中离热恼得清凉；第二个是离束缚得解脱。啊，这我们稍微讲一下戒律。啊，讲到这个刑罚这一部分了，啊，因为有些人讲戒律，讲到啊，你这样就怎样这样，讲到人家一听到佛法的戒律就害怕啊，动不动就下地狱啊。那么戒律基本上是离热恼，啊，它叫斯罗嘛，斯罗是好的习惯，那也叫清凉啊，离热恼。得清凉。第二个是波罗提木斋，是离系缚得解脱。波罗提木斋是别别解脱。你持哪一条戒，你就从哪一条戒的束缚中得解脱，啊，波罗提木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戒的本意啦，啊，戒律的本意，啊，这个是律啦，这个是律，这个是戒，波罗提木斋是戒，啊，就戒律。好，那么真正让你热恼的，真正让你热恼的是什么？是烦恼，啊，你贪嗔痴的烦恼。啊，就要离贪嗔痴，啊，因为我们有贪有贪有嗔有痴，啊，我们就容易起烦恼，啊，就心里面啊一直热恼一直热恼。那么它是要让你离热恼的，如果你不这样做啊，那么你可能就会越来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惯让你不由自主的就得不到你就痛苦，得不到你就痛苦，得到了你也不见得不痛苦，啊，你怕失去，啊，所以它是规范的啊，比如说。杀生戒好了，比如说杀戒好了，杀生好了，啊，那么你为了，比如说啊，你为了吃这个蛇肉，你去抓蛇啊，你去斩这个蛇，那斩蛇它会跑啊，所以你一定要起嗔心把它杀死啊，啊，那你就越杀越多，越杀越多，内心就越来越热闹，啊，然后你这个杀生还会让你得果报，啊，短命多病的果报。那么离系缚得解脱，啊啊，烦恼业报就是三障嘛，三种障碍啊。好，那么主要是业系缚你的，比如说好，你短命多病好了，你常常生病，你生了病，啊，那么喉咙有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那个脚受伤骨折，这里不能去，那里不能去，啊，那么它就是系缚。让你很多事都不能做，自己做不了主，啊，你原本可以的，现在不可以了，啊，你原本能去的，现在不能去了。那么这里就是它主要，比如说你持不杀戒，你就离开杀生的热闹，贪起嗔恨心嘛，因为要不是贪就是嗔嘛，杀生不来自于贪，杀生贪嗔痴都有了，啊，那比如说你因为贪吃那个肉没味嘛，所以你必须要去杀它。啊，一个就是你生气，啊，你他咬我，他打我，他骂我，哦，我杀了他啊。那么阴嗔啊，一个就是愚痴的啊，比如说杀来祭神呐 啊。另外一个是愚痴的杀啊，比如说你也不是要吃他的肉，你也不是因为生气他，你只是因为我把他杀了来祭神来祭祖啊，我有功德啊，那么所以你就把他杀了。啊，那这个是因为愚痴的。好，那么基本上这一些都是让你热闹的，让你起烦恼的。好，那么你会想要不断的去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波罗提木斋，因为你不杀，你现在不杀生，你未来就没有短命多病的束缚，短命而且多病啊的束缚。你不偷盗。你就没有贫穷卑贱的束缚，你不邪淫，你就没有眷属堕乱的束缚，
就是绑住你了，这个情况，这个状况把你束缚住了，把你绑住了，让你在痛苦之中，身体痛苦，心理痛苦，那让你不能做主啊。比如说你生病，你就只能住在病房，你有钱住在头等病房，那这个只是这样而已。那你脚受伤啊，那么你不能开车，你最好你坐最好的就是轮椅啊，比较高级，像那个霍金坐高等级的轮椅啊。那么只是这样而已。那么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去，那个不能去。那么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束缚，把你绑住了。别人可以做的你不能做，别人可以吃的你不能吃啊。那么就像关在监狱一样啊，他被限制住了。真正束缚你的是业跟烦恼。果报啊，那么所以你只要持戒，你就离开这个束缚，最终可以离开生死的束缚。其实是这样的，它并不是用戒是一个金条拿来打人的啊，然后一给你看金条吸引你，然后你不听话用金条打你啊，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变成有一点是这样子，其实佛法从来不用戒来威吓人啊，来恐怖人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让大家知道啊，戒律对你的好处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样的持戒。好，那这里是讲到啊，这个从这个世间来讲，世间凡夫认为对的，在佛法上不一定是对啊，不一定是对。就世间人认为对的，在佛法上不一定是对。他是举世间的法律来讲，那我们可以用世间的法律跟佛法的法律戒律来对比，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佛法戒律并不强调啊刑罚这一件事啊。虽然他也有刑罚，但刑罚终究不是目的啊。当然，真正自戒律的人也是这样啊。但是后来的人并没有这样去理解。这个法律的真正用意啊。好，那么从外道来讲啊，他这里从三个地方来讲啊，一个就是世间的看法，因为这里在讲各个的看法嘛，世间的看法啊，认为对的，那么不一定对；第二个外道的看法，认为对的不一定对；第三个佛法里面那一些相似佛法。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也不一定对，啊，所以这些观点都不能真正代表佛法，啊，他们也都是不管是世间人，不管是外道，不管是佛法的这一些啊，那么比如说独子部有部啊，然后方广道人、小圣、大圣的，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坚持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那么这个就变成论证啊，那么也变成细论，那么这一些。虽然都在说明第一义，但都不是第一义，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先来再来看外道，啊，那么因为时间到嘛，是吗？好，我们先下课好了，啊。
好，我们再继续看。啊，他第一个从世间上来讲，啊，真理是什么了？啊，那么第二个从外道来讲，好，我们来看，啊，看二十三页，外道出家人法，啊，那么五乐中一角力拔法等，啊，他只是举，这个外道有很多种，啊。那他举在当时比较有名啊，那么现在还一直存在的啊，比就是所谓的尼建子啊，六师外道里面，那尼建子算是势力比较大的啊，尼建子是后来的所谓的耆那教，那尼建的意思是所谓的离系啊，他叫做离系外道，离系。尼建的意思就是离系，那么子就是他们那一辈的啊。他是苦行离系外道，以苦行为方法，然后他的意思是离系，啊，他还是要得解脱的啦，啊，他是离系的意思，啊，那他有种种的苦行啊，非常多的苦行。那他举其中一个苦行，五热中一角力。五热就是晒太阳啊，他底下有解释啊，看115。那么顶着大太阳，日正当中的时候，太阳上面有太阳，很热。东西南北四方在烧火，啊，也热，叫做五热啊，叫做五热。从上方还有东西南北这五方都受热啊。那么叫做五热中一角力啊，站一只脚，你会看到现在还有啊，就有的只是在太阳当中站着啊，太阳正大的时候啊，人家都是躲太阳啊，那没有，他就是要来让他受热啊，就是说他要来受苦了啊，因为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沦为受苦，是因为我们有业，那么。你受完这个苦业之后，你的业就消失了，所以你这一生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把来生的业都给消化完，都给它消掉，因为你就是造了业，你要来受苦。那么现在，我不但这一生的业，我一直受苦，把它消掉，我来生生生世世的业，我都这一生把它消掉，啊，那么我的业都消完了，我以。就不再受苦了，我就解脱了啊！所以他很热衷于苦行，啊，种种的苦行，那随着人家挑的了，看你要修什么苦行啊。那也不是耆那教有这样修，其他的外道也有，有的也有修，啊。那这些苦行就是有非常多种啊。那这里只是举两种，啊，就是五热中一角力拔法啊，就是拔头发这样拔，这样拔啊。那就是要自己受苦了啊！那我们知道佛陀出家之前也修过这个苦行啊，但是他是选一麻一麦啊，每一天吃一麻一麦啊，就饥饿了啊。那所以有种种的，他说尼建子辈啊，尼建是后来我们说的耆那教了啊，六师外道里面算是跟佛法比较像的，他的理论其实跟佛法很多都比较像啊。那么以为妙慧。认为这样才是真正微妙的智慧啊，真正的有智慧。那么，但是其他的人来看耆那教啊，就是自找苦吃啊，啊，自找苦吃还不能离苦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认为他是愚痴啊啊。那每一个人认为的智慧不一样，像早期的这个婆罗门啊，他认为啊，你懂得四吠陀。是吠陀，就是因为吠陀是以这个升天啊，就是升到梵天，梵我合一。然后他主要是啊，那么比如说离聚吠陀是赞颂神的啊，那么苏摩吠陀、夜摩吠陀啊、夜摩吠陀，那么娑摩吠陀啊，那么这个是歌颂
啊，那么梵拜啦、赞颂啦、啊佛的，那阿达宝佛陀是咒语啊。那么认为你了解这些啊，在哪里要拜啊，哪里要唱，要唱些什么，要赞颂些什么，认为你懂得这个仪轨，因为他是济世万人啊，啊，娑摩会陀、夜罗会陀啊，那么他是济世万人，你懂得这整个济世的过程，那么哪里要拜，哪里要唱，哪里要走啊，那甚至他们举行济世的时候啊，济世的时候有祭牛，然后久了亡了之后啊，然后会把牛放出去。牛往东方走代表什么？往南方走代表什么？往西方走代表什么？往北方走代表什么？你知道了，这个叫做智慧，啊，所以每一个人认为的智慧不太一样，啊，每一个人认为的智慧不太一样，那认为的真理也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旁边有一个基督教的，他的门那个有一个教堂，他旁边就写着"我就是耶稣了"，啊，我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啊，那么什么是真理？我说的话就是真理，啊，那我说了些什么？要去看圣经嘛。我说的就是真理。那佛不这么说，佛说真理是什么？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啊，就是真理不是真理不是我说的，真理是我发现了，我告诉你们啊，那并不是我在不在，真理都在，我说不说，真理都有。那么如果说哎。真理就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我没有说真理就不存在，我说了真理就有了啊，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每一个人认为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啊。这里就在讲这个啦。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大家都在争论嘛，啊，我说的才对，你说的才对。那现在来看，这一切争论的根本就是大家都执着。大家，那你说佛教执不执着？佛教也有认为，也认为。外道说的不是真理啊，佛法说的才是真理啊。但是佛陀虽然也分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或是邪见，他也分啊。世间正见第一个就要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每一个人对善恶的定义不太一样嘛，啊，那么对真理的看法也不一样。那佛法虽然也讲正见跟邪见，但是佛法特别是讲不执着、不执取啊。那么即使是正见，也不以正见，那么执取正见也不执取正见，所以叫做法上应舍嘛，何况非法。不正确的当然不可以认同，不正确的观念跟行为当然不予认同，但不认同并不代表要打击他、诽谤他，不是，当然不予认同，但是正确的也不可以过度的执着，不正确的当然不予认同，但是即使是正确的，你也不可以过度的执着，啊，那么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好，因为佛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没有热闹清净，那么也其实佛法是真正用生命在影响生命，那么也让别人因你的清凉，因你的清净而也让别人也得清凉，也得清净，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因为你的清净让别人不清净，因为你的清凉让别人不清凉啊，那这样不是佛法的道理啊。就是说，因为你的真理让别人痛恨，让别人生气，让别人恼怒啊。那佛陀不特别做，即使佛陀要说法，也要看对象。如果我说了真实的事情，你会让你痛苦，那。如果能让你得到利益，那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说了。我不会因为要告诉你，只是要告诉你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对你来讲，并不能对你产生实质的利益，那我就不说。啊，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不会对你产生实质的利益，反而会让你更痛苦，那我就不说。啊，所以他不坚持要讲对的，而是在对的坚持上。不让人家受苦，啊，不让众生受苦。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泥见子被以为妙慧，啊，那么愚人说此为痴，那其他的人就不这么看法了，啊，那么为痴法，如是等种种外道出家，啊，那么基本上六师是出家的，婆罗门有出家有在家的，婆罗门有出家有在家，啊。那有白衣婆罗门法，各个啊，
就是婆罗门有出家有在家，就是白衣啊，那外道都是出家的啊。所以这里讲外道出家，然后其实也可以讲出家白衣婆罗门法啊。那么个个自以为好，愚皆妄语啊，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讲的不真实，虚妄不实，我讲的才是真实究竟啊，个个自以为好，愚皆妄语。好，那第三个，第一个是从世间上来讲什么来讲，第二个是从外道上来说，第三个是从啊佛法上来说啊。这里讲内道，其实内道就是大家比较同样见解的啦啊，同一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那么所以叫内道，其实只是分内外而已啦，就是我们家跟你们家。其实佛法一开始只是这样，就是说哦，这个是我们家，那这个是你们家，比如说本省外省啊，本国外国人，本国人跟外国人，他没有贬斥的意思，他原来没有贬斥，那外国人就不好，不是本国人就好，不是本省的就好，外省的就不好啊，本乡的就好，外乡的就不好啊，本村的就好，外村的就不好，不是，他只是分内外而已。后来慢慢变成就是说外道就是一种贬斥啊，就变成是这样了。好，那这里就分内道跟外道。好，那内道基本上有三个，就是佛法中比较，就是说从大乘佛法看，尤其初期大乘看，认为它并不是真正合乎符合佛意的啦啊，那么彼此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即使是说一切有部的，那么其他的部派也不一定认同他的看法，所以才会有经部啊，才会很多很多又从说一切有部出来啊啊，部派里面又分部派啊，部派里面又分部派，就分到很多部嘛。最早只有一部，后来分两部，上座部大众部，那上座部又分很多部，那大众部又分很多部，就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啊，那就是彼此看法不一样嘛啊。好，那内道其实就是从大乘佛法里面看啊，那么这一些它也不完全正确，但是他们都坚持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啊。世间的人坚持他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那么外道坚持他们的看法跟做法是正确的。那佛法里面啊，那么小乘跟大乘各有坚持，大乘里面啊也是有不同的坚持啊，就是这样啊啊。好，我们底下看啊，那第一个啊，第一个举啊，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外道，护佛外道独子部啊，独子部在部派里面几乎是被排斥的，大家都说他是护佛外道，后来慢慢也接纳他，认为是佛法的一个部派。那么早期很多是不认同他是佛法的一个部派，认为他就是护佛外道。好，那独子部比较有名的就是他有两种说法是其他的人没有的，一个就是佛法基本上只讲五道，可是独子部讲六道，多了一个阿修罗道。可是这种说法后来也被大家认可了，就大家一般都讲三界六道，讲六道轮回，很少再讲五道轮回的啦啊。但是早期其实都是讲五道啊，没有讲阿修罗道，独子部别立阿修罗为一道。那大智度里面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那明显六道这种说法被大家认同，被大家认同啊，这个是独子部啊，跟别人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他立了一个所谓的不可说我，那么这个是犯了佛教的大忌，佛教认为无我，你却立了一个不可说我，有一个我，不管你用什么名目，他就是我啊。所以他之所以会当成外道，其实是这样。后来其实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因为他要解决的，其实他立的不可说我跟金部立的种子啊，或是跟化地部或是其他部派立的一些不同的说法而已啦啊，叫做不思卷啊，或是说后来大乘立的阿赖也是哈，那么基本上都是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说假设无我，那业怎么成立？无我嘛，又刹那生刹那灭啊，又没有一个恒常自主的，那么我这一生造的业怎么延续到下一生？那么前一生杀的人，后下一生的根本不同样的人啊，无我啊，刹那生刹那灭，那他怎么延续？怎么前一生的这个人造了杀业，后一生的人要短命多病？前一生的人偷了钱，后一生的那个人要贫穷卑贱？
可是两个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啊，那这样业果怎么相续？那个业要寄生在哪里？当他生灭，当他死的时候，那个业在哪里？假设没有一个主体，那么那个业要在哪里？灭了，生了灭了就没有啦。那他怎么延续下去？那个业到底怎么来的？他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所以独子部立了一个所谓的不可说我，我们在底下看，独子部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立六道，多了一个阿修罗道，那立一个不可说我。不过一开始六道人家不会那么排斥，那不可说我一开始很被排斥，大家都骂他，说他护佛外道，狮子生真虫，然后后来慢慢其实也把他纳入佛教的一个部派。是佛法中亦有独子比丘，如四大和合有眼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啦。那么四大就是四大种，就是其实就是当时的印度，这个是原来印度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世间一切物质的基础元素啦，就是四种物质基本，那么叫做四大种，地水火风。那么相当于中国讲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那么四大种相生相成，基本上是这样的。好，那四大和合地水火风有眼法，这个眼是眼耳鼻舌身意，它只是讲眼而已，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那讲比如说眼，那么眼睛是四大和合的，这个身体的眼，我们身体就分这六部分嘛，眼耳鼻舌身意嘛，那么这个身体里面就是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心就是意嘛，那如果是五蕴的分法，就是色是这个身体，其他心是受想行识，如果用这个像四大的分法，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其实是这样，所以那么四大种合合啊，有种种的色法，那只是从人来讲啊，那么他说如是五众合合有人法。那么五众合合，就是五众就是什么？五众就是五蕴啊。我们说，你看到五众，基本上就是鸠摩罗什的方法，鸠摩罗什翻五众，那玄奘翻五蕴，那么以前的人翻五音，基本上就是三种方法。好，那么合合啊，四座讲经是合合，有人，有这个人，法就是有人这样的现象，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那眼法就是眼睛这种现象，这种物质现象，就是物质的存在，有眼睛这样的存在，那么五蕴合合啊，这样五众，那么四座讲经是合合，有人这样的现象，有人这样的存在，那么独子阿比昙中说，五众不离人，人不离五众，不可说五众是人，离五众是人，所以他讲这个什么不可说我。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所设。好，这个是说到我们知道其他的部派也有立无法藏的，一般我们都立三藏经律论，那无独子部如果是比如说五藏，就上次我们也有说过无法藏这五藏里面那么法藏部是经律论加坐藏跟菩萨藏，经律论坐，它有一个坐藏，还有一个菩萨藏。这个是五藏，这个是法藏部，法藏部是种塔的，那个时候他就非常重咒了，重咒藏了。那么独子部立的五藏不一样，他是从一切法的观点上说的，独子部立的五藏，他是把一切法跟部派一样，一切法分成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这是佛陀原来的分法，无为法跟一个不可说法，
啊，不可说我法了啊。啊，不可说法对啊。那么有为法里面，有为法一定是生灭的，生灭的一定有过去、现在、未来。有为法是生灭的，一定有过去，所以有过去障、过去障、现在障跟未来障。这概念不太一样啊，过去障、现在障。跟未来障，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它就是无为法障而已啊。那无为法就是无为法障啊，啊，所以就变成啊，应该是这样，过去啊，有为法是应该是这样啊。过去法障，过去法，过去法障，现在法障跟未来法障，过去法障、现在法、现在法，跟未来法障。无为法就无为法障啊，其实它是这样分，有为法、无为法。但是有为法又分三种，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那无为法就是无为法，无为法障。啊，它有另一个不可说我，所以是不可说法障啊，也可以是啊，因为它这里如果讲法的话啊，一切法啊，一切法。那么不可说法，它有一个不可说法障，那这个不可说是不可说我，有一个不可说我，这个不可说我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我，但是它不可以说己运、离运啊，它这个不可说我，它是非有为非无为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个不可说我。不可说法障是不可说我，他有一个我，那立有一他立一个我，但是不是不因为佛法就讲即运我跟离运我而已嘛，啊，佛法里面讲我，基本上就三种而已，那其实就是两种，那《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的就是即运我、离运我，跟什么相在。其实也可以讲相在我了，那基本上就讲这样，即运我就是这个五运就是我，色就是我，受就是我，想就是我，行是我，识是我，所以这个是什么？那么五运生灭死掉了，没有了，那么我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断见。那这个呢？这两个其实都是常见，那都是我见，这个都全部都是我见，啊，它不是无我，它色就是我啊，那。其实这个是断见，这个都是常见。那相在的话，就是我在运中，我跟运相在，我在运中或运在我中啊。相在其实就两种，我在运中或运在我中啊。我在运中，我在无运中啊。我在运，运在我啊，运在我中啊。那么这个是相在，那基本上就这三个，那主要就是两个，即运我跟离运我啊。那么这个是断见跟常见，那佛法其实是基于这两个的，但是没有我的话，那业果怎么成熟，怎么相续，怎么受报啊？那么所以他后来独子部就立了一个，他最早立我见的啊，就立一个，他也不是说我，他说这个不可说我，你不能说他是我，但也不是没有啊，就是有一个不可说我，所以这个不可说我他是这样，他是非己运非离运我，他叫做啊，我们应该写在这里。啊，就是这个不可说我，啊，这个不可说我，它是非己运非离运我，既非己运我，非己运并不是己运我，也不是离运我，非己运
非离运，因为即运我跟离运我都是佛陀否定的，他也不可能说是啊，说是公然违反佛陀的教理，不是即运，不是即运，也不是离运我，非即运非离运我，啊，其实就是非即运我，非离运我，这个不可说我不是佛陀所说的即，不是佛陀所说外道的即运我。也不是离运我啊，当然也不是相在我，都一样啊。所以他说是非即运非离运我，啊，他说这个不可说我了。另外，非有为非无为，啊，他既不是有为，因为佛法就分两大类，有为法跟无为法，或者分有漏法跟无漏法，就这两类。有为法、无为法，按《杂眼经》里面就讲了啊，就这两类而已啊。那么这个是世间法，这个是出世间法，但是不可说我啊。它不是有为法，也不是无为法，所以叫做非有为，非无为。所以他就把这个另外别立一障，叫做不可说法障，就变成无法障。这个是独子部的，这个是独子部的。那么这有一点像，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比如说有部。啊，部派里面，一般来讲，就分作色法跟心法而已。有为法就分色法跟心法啊。好，我们把它擦掉。那么有为法就分色法跟心法。比如说这个有为法里面啊，基本上就分色法跟心法而已。色法跟心法，那心法你要细分，就变成心法、心所法。只是这样，啊，这个是有为法，啊，然后另外有无为法，这是一切法，啊，无为法，啊，色法、心法、心手法，啊，但是有一类法它存在，但是不可以归纳为色法，它是有为法，但是它不可以归纳为色法，也不能归纳为心法，所以就变成有一个什么叫什么法，不相应行法。就并且又多了一个，在有为法里面，它不是无为法，它是有为法，但是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比如说时间、空间啊，它既不是色法，这样，所以就变成一个叫做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所以叫做不相应行，不相应行法。那就变成了无法、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就五味七十五法或五味百法，其实也是这样。那么这个独子部里面，这个独子部里面把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有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那么无为法就是无为法，那么还有一个不可以说有为，不可以说无为，不可以说有为，不可以说无为的，不可以说即应我，不可以说离应我的，那么一个不可说我啊，一个不可说我。这个法叫做不可说法障，所以叫做立无法障。那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啊。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说五众不离人，人不离五众，不可说五众是人，离五众是人啊，就是说五众是人就是即运我，离五众有这个人是离运我啊，所以不可非即运我非离运我，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是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所设啊，不可说有一个不可说啊。好，那这个是独子部的说法，独子部是很有名的，大家都认为他是外道，大家都认为他是外道，所有的佛教徒认为是外道啊。那么现在比较认为他是部派里面的一部分啊，以前根本不把他放在部派里面。好，然后再来讲啊，部派里面最大的、最有势力的。书最多的啊，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是从上座部来的啊，就是最早佛教的分裂在佛灭后，佛陀灭后，大概一两百年的东江当中了啊，一百年到两百年当中，那么开始分部派，那么最早就分上座部跟大众部，上座部很明显的就是比较长老派的。那长老就是比较固守传统，
那大众就是年轻的，啊，就是我们说保守派跟改革派啊，啊，那么年轻的基本上就比较自由发挥啊，就比较会顺应潮流，顺应时事啊。那么上座年纪大的就比较讲究传统，啊，那所以这个就开始产生不一样的，那开始有分所谓的上座跟大众，啊，那上座又开始分。啊，那说一切有部是在上座部里面的，好，那他们的人才最多，啊，所以大部分的论都是以他为主的，他们传下来的也最多了，啊，那说一切有，啊，道人辈，啊，所以说一切有部的修行的，这一些出家人说，神人一切种一切时。那么神人就是前面讲的啊，就是我啊，就是我们叫做灵魂啦、啊、上帝啦、啊、这种神我啊，神我、大我、泛我啊，一般是这么都这么说了啊。这个我是恒常独一自主啊，或者叫自信啊。我的这个概念啊，那么比如说神我啊，那么大我。泛我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有很多种了啊，很多种说法啊，那不一定有我的了啊。那么我讲我们一般来讲灵魂啊，早期也翻灵魂啊，那么就是很多种啊。那么他的一个主要概念啊，他的主要一个概念是恒常独一自主，这三个概念叫自信啊。自信，恒常独一自主，啊，恒常不会改变，独一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是缘起的啊，自主，啊，他是乐，就是经常都是啊，这个清净的啊，那这个娱乐的啊，就是很快乐的啊，喜乐的了啊，喜乐清净的，好，那基本上啊，基本上是讲。啊，我们这种灵魂，或是说灵魂中那种神我、放我的概念，大我的概念。好，他说这个神人，一切种啊，就是没有这个啦，有不一切种一切死，这个种跟死，种是佛法里面啊，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根本，就是元素了。比如说四大种，这个种是四大种啊，那么这个一切种就是一切。它基本上这里主要是两种，一个就是从色法上来讲，一切的色法都是有基本元素。那么色法分析到最初的基本元素，最初的基本元素叫做什么？叫做极为啊。那么这一些所谓的极为，它形成所谓的四大种，四种基础，四种根本元素啊。那极为是最初的。所谓的例子最初的啊，那这个那这里有时候叫一切大种啊，一切种一切大种就是指一切色法。那么一切实是其实是心法，心法分析到差，心法分析到色法分析到最细，就是所谓的极为，那个是种的概念。那么心法分析到最细就是刹那，那个是死的概念，刹那，啊，然后过去、现在、未来，刹那生、刹那灭，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啊，那么一切种、一切实，就是说你从各种法里面去看，啊，不，那么一切法门中，啊，就是总说了，啊，一切法，不管你是从一切种、一切实、一切法这个门中去求，啊。就是一切种一切实一切法门中，一切师门一切种门一切法门中求都不可得，都找不到那个什么，找不到那个我，就好像兔脚龟毛一样长舞，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那么复次，但是啊，但是什么时有啊？这个十八界十二路五众时有，他的意思就是五众所形成的人神人。那个我是没有的啊，这个我们上来讲说有部的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主要的论点。
那么这个我，比如说这个我，啊，这个我，这个我，你从各个方面，从一切法里面，不管从色法、从心法、从什么法里面，啊，有为法、无为法里面，你都找不到这个我，没有这个我。啊，因为佛法讲的无我就是没有嘛，没有这种我，没有这个神我，没有恒常独一自主的我，好，没有错啊。那么这个我分析来啊，分析来五蕴，十二处，其实是六处啦，啊，十八界啊，那十八界我们把它归纳成为六界啊，啊，就是这个我，那么这个是偏重在身心理上的。啊，心理上的说法偏重在心理，这个是偏重在生理，这个是偏重在物理，就对我的分析啊，对我的分析。那这个一般讲十二处，这个一般讲十八界，啊，十八界归纳变成六界，啊，变成地水火风空四，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它不外乎是色法跟心法嘛。色法跟心法啊，所以他讲一切种，啊，一切实，啊，那一切法，啊，那基本上你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我，啊，所以你看这里讲一切种，一切实，一切法门中，啊，不管你从这个色法心法嘛，色心法，心法分作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啊，你从一切种、一切实，那么一切法中啊，就包括十二处扩大来变成十八界。好，那你去找都找不到这个我，其实是这样。好，但是这个我没有，这个法是有的啊，这个色是实有的，受想行识，而且心法里面有很多种啊，那五味七十五法一一法实有，啊，一一法是实有的，啊，这个受啊，苦受啊，这个想啊，有善法，有恶法啊，有不相应行法，我们种种这些法啊，那么是这些法是实有的，那么色法也是实有的，是即为是实有的，刹那是实有的，啊，那所以它并不是就是这个形成五蕴的一一法，这五蕴是实有的，但是五蕴所形成的人我。这个不是实有的，实有的就是我。那么无蕴形成的只是人，只是人，这个人的这个体，它不是实有的。那我是实有的，我是实有的，没有恒常独一的我，只有无蕴因缘和合形成的人。啊，那所以，但是无蕴一一法、色法、心法这些一一法是实有的，他是讲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说。啊，那么这个我就好像兔毛龟脚没有，但是这个五蕴所形成的这些法啊，眼耳鼻舌身意所形成的这些色法心法，这些都是实有，所以它叫做什么？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所以它叫三世实有啊，一切法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了。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一些一一法都是实有的，法体就是这个法的这个法性法体，它是实有的，啊，三世实有，啊，这是它的一个概论的总结，法体恒存。啊，这个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啊，蕴处界，蕴处界是指这个人，人分析来是从蕴，从生理、从心理上去分析，啊，然后生这个又从色法、从心法上去讲，啊，那么这里主要是啊，眼耳鼻舌身意，色法、心法跟境界啊，讲到内六处一定有外六处，啊，又有一些色法啊，其实是这样子。好，他说这个。此中无人，啊，就是没有五众实有，但是五众所形成的这个我，这个人是没有的，啊，没有这个实有的这个人，这个我，
啊啊，好，那这个是独子部的说法啊，但是底下没有评语啊。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一些都自以为啊，自以为讲的是真理啊。那其实从我们当然从大圣的角度或从大智尊的角度来看，这些自以为是的，其实都不是啊。好，那在底下这两个都是小圣的，这两个都是部派的，还有一个大圣的啊。大圣的是叫做方广道人啊。其实方广是大圣的，在形容大圣的，但是这个方广道人是大圣的，一般就把他看作大圣的附佛外道了。那所以你在看到方广道人，其实就是代表他是不好的。但是方广是指大圣，比如说《华严经》大方广，大方广啊。那么大圣的经典很多都会叫到大方广啊，《大圣方广经》啊，方广什么，方广什么。好，那这里的方广道人其实就是大圣里面有一派。他讲空讲到断灭了啊，那是借势像这样的。他说更有佛法中方广道大道人啊，就是大圣的某一部派啊。那么某一派的一个人，就是说小圣，小圣独子部，大圣方广道人，在佛法中都被看成附佛外道啊。小圣跟大圣各有一个。小圣的，小圣的独子部，独子部，像说一切有部经部，啊，虽然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但是我认同你是佛教的一份子，啊，独子部我不认同你的看法，我也不认为你是佛教的一份子，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大圣的就是方广道人，在经论里面你常看到的，啊，那么这个两个都被当作附佛外道。他不认同啊，不认同是佛教的，不认为他是内道的啊，啊，一般就被这两个被看成附佛外道。那这个是强调有的，强调有一个不可说我，啊，强调有不可说我，啊，就是变成有一个我，有我。他这个是讲无我的。但是他的无我是断灭的啊，他讲无我，但是他的无我是偏向于断灭，断灭空了啊，叫做邪空啊，或是邪空啊，他不一样啊，就是你大圣讲空讲到变成邪空了，你小圣讲无我讲到有一个不可说我啊，有我了啊，那么这两个都被当成是佛法里面的附佛外道。好。那他底下有讲啊，佛法中方广道人，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他这个空像什么？兔角龟毛啊。那你看上面那个说一切有不讲这个没有那个恒常独一自主的我，从来就不存在啊。那么像龟毛兔角，龟没有毛啊，龟那个壳长不出毛啊啊。如果长着毛，那个也是水草，那个也不是它的毛，不是从龟壳长出来，就是你的脚。你那个是角质化的，长不出毛出来，啊，那兔没有角啊，啊，兔没有角，龟没有毛，所以兔角龟毛是不存在的东西，纯粹只是语言上说它虚拟出来的，它没有实质上的这种东西。那我也是这样啊。那现在讲一切法都像故兔角龟毛常无，这个是断灭了啊，这个是邪空，这个是邪空，啊，所以啊。那举这三个，就佛法里面，它是佛法里面的，但佛法里面比较有意见的。好，那为什么讲说一切有部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初期大圣，尤其是般若经，针对的就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就是讲一切法实有。那么般若经的重点就在讲一切法空，它是讲一切法有，啊，那么。般若经是讲一切法有是因缘有是假有，但是说一切不讲一切法有是实有，它是不一样哦。假有跟实有，它不是说一切法没有。那你如果说方广道人，就是说一切法没有无啊，那就不一样了哦。般若经是讲一切法因缘有假有，部派
说一切有部是讲一切法实有，一切法因缘有，跟一切法没有无有。那这个一切法有的就是什么？一切法有的就是那个法，一切法的现象，一切法有那个实在的啊，比如说色法有色法的实相，心法有心法的实相。那么一切法有的，这个是说一切有部。一切法有，这个是实有啊。我们写一下好了。部派其实有一点复杂了，因为理论哦太多啊。实有，这个是一切法，不是我啊。那独子部是讲我，有一个我啊。一切法实有的这个是说一切有，有不说一切有，所以它叫做说一切有嘛，说一切法有了，说一切有不啊，这部派的。那么般若经其实像大智度论都一切法是假有因缘有，假有就是因缘有，它不是说一切法都没有都无有，但是其实是一切法是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它的有不是真实有，它非真实有，啊，是假有。假有就是因缘有，因缘和合才有，它并不是。那实有的就不是哦，像即为不是因缘和合的哦，它是本来就存在的，因缘和合成一切的法啊，因缘有。那个是啊，比如说般若经，般若经它其实是强调这样的，大智度论讲的就是这个般若经的说法啊，是般若经的。那如果是啊，如果是这个方广道人的，就是一切法是无有的，像龟毛兔脚这样是没有的。那他是这个方广道人，大圣里面的这个是邪空啊，方广道人。那有部是讲这个我神我像龟毛兔脚本来就不存在。那么这个方广道人认为一切法都像龟毛兔脚本来不存在，这是没有不是都不是的啊，那就不一样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到啊，我们现在看得到就是存在，存在就是一种有啊，那无有就是根本不存在，有就是一种存在，有是一种存在，存在的现象啊。那么这个现象它存在，现象是法，现象是法，一切现象就是一切法，一切现象，一切现象是真实的存在，叫做一切法实有，一切现象，法是现象，法是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啊，我们包括我们看得到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看不到的就不成为现象了，因为我们不能了解，不能去理解它。现象基本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金刚经》叫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叫你不住一切法，不止一切法嘛。它基本上是这样啊，啊，用色声香味触法总括一切的现象，啊，这是从人来讲啊，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对这个名词哈有一点点不是很真实了解它在讲什么啊。色声香味触法一般就不离开这个了。啊，只是后来又多了一个叫做不相应行法，啊，或是多，又是把无为法放进去，啊，好，那么一般讲一切法，阿含经很明显的一切法就是指十二处，指十二处，十二处，十二处就是内六处、外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声香味处啊。从人来讲，从人所对的境界来讲啊，眼耳鼻舌身意，或是把五蕴讲成一切法啊。这个是比较完整的说法啊，啊，啊，这个是指一切法啊，是指一切法，就是现象，一切现象。那么一切现象，一切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它有那个法体，法一切法，一切的现象有一个实体，实在存在的。色法有一个即为，它是实相，它是实在存在的。它不可以被破坏，也不会被消失，啊！你看到它的生灭，不是极为的生灭，是极为和合的，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生灭，它你看到生是
他跟你看到他生是他跟现在法结合，你看到他灭是跟到跟看到他跟过去法结合啊。那么这个是一切现象是实有的，那么般若经是一切现象都是假有的。这个现象包括我们的生命现象啊，我们的身心现象，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一切境界的现象。那么佛广道人讲，一切现象都是根本没有的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好，像龟毛兔脚一样。好，所以啊，从这里讲啊，他总结，他举三个例子嘛。如是等一切论义思备啊，他都提出一套理论，然后来说明，那么认为他所说的才是真理，那要让别人信受嘛，自守其法，不受于法。就是自己只认同自己的看法啊、想法、说法，而不认同、不接受其他人不一样的看法、说法、讲法啊，其实是这样。那么所以他说此事实为此事实，就是说他说出来之后告诉你只有这个才是真实的，其他跟我说的不一样的都是虚妄的妄语啊。为此事实，一般都说为此事实，愚者虚妄啊，愚者妄语啊。若自受其法，我们看自法供养，自法修行啊，他法不受不供养，唯作过失啊。那么自法供养，自法修行，就是啊，自己修行了 啊，就是自己依照自己的法去修行了，叫做自法供养，自法修行，就是只认同自己的法，只赞同自己的法，只称赞自己的法啊，那么只依照自己的法去修行啊，那么所以他的其他人说的法都不接受啊，也不认同啊，也不赞叹啊，那么这样其实啊是这个过失。他总结啊，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外道或是内道啊，那么他的还是世间人，那么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只看到自己看到的，只认同自己认同的啊，只赞叹自己所知所见所认同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都一样，那么因为这样所以就变有争论，就有过失，就显示出不出真理出来。你说你的真理，我说我的真理，一般世间的说法就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么到底什么是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第一地在说明的就是说，这个真理并不是透过辩论，透过言语上的看谁能够折服谁，就代表谁讲的是真理，不是这样。法律上，你看那个法律就好了，法律那个律师都会辩护，那么两个都很辩护，到谁辩赢谁就是对的，不一定辩赢的不一定是对的。那如果遇到一个比较不会辩论的，可是他是对的，可是他讲不出来，那是当然是你辩不过，你就是输。你输不代表你就是不是真理啊，所以一般会讲真理越辩越明，不是，真理越辩越不明，透过辩论来的，有时候不能够真正显示真理啊。所以这个说法第一地其实就是说离言语相，离心形相啊，其实就是讲这个。好，所以总结，这个是总说啦，总说啊，世间外道跟内道那么都有这样的过失，如是等嘛，一切论义思辨，不管是世间的啊、外道的啊，还是这个内道的，都是自守其法，不受于法，都是认为唯我说是实，他人说是妄啊。那么假设是这样，那么基本上啊，他就只是修他自己所知道的，修他认为他所知道的，认同他所认同的。那么这样彼此就会有争论，那么都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真理啊，第一地到底是什么啊。那么这里是在说明这个。好，
那么这里讲到自法供养、自法修行，其实就是如说修行了我们这边常讲如说修行供养，就是他知道这个法，那么顺从这个法，顺从这个法基本上叫做自法供养了顺从他所说的法。好，那么依他所说的法认知他所说的法，然后依他所说的法去修行。好，那么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讲到这个第一地引了三个偈，那前面是两个偈然后接下来是第三个偈第三个偈，那么都是在讲第一不是透过言语的辩论上来显现的来讲这个。好，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